欢迎来到追光吧的舞台，以光为荣，用意志战胜盲区。我们需要有改变，彻头彻尾的改变。没想到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，还不害羞啊！用身体突破高度，大家心里面的那个年轻时候的自己的那种热血拼劲被激发出来。啊，你看到所有的酒女们在舞台上发亮。用作品致敬时代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做一颗星星，照亮自己，照亮别人，就让我们以生命影响生命吧。捍卫光明，以光为荣，致追光者。追光吧，就在星空卫视。